Fenner Jr. 以及39号的以诺。那么在中华白队部分呢，这场比赛推出的是林彦廷，这个没有登录，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做再秀了回来。 Derek Fenner 在我们中距离起了出手距离。 Abarrientos 在中间找人麦卡洛拿球，收球进来出手得分。哇，长篮板的争抢落在菲宾这里，转换的机会勾射出手，球没进。哇，结果被偷走了啦！篮底下是 Winston Eno， 慢球相处拿到 Abarrientos， 争抢篮板球又在菲宾这里。哦，Eno 相处 Abarrientos。 做了一个传球的假动作，再换另外一边底线这里 ，Fenner 跳投出手进三分球，中华白。哦，这个球是救回来，但是球落到 Derek Fenner 手上 ，Abarrientos 弧顶出手进了三分球 ，Abarrientos 白队在选手名单上送星号，然后王绿翔跟蓝少辅是没有登录的，这时候陈佑伟外线投进，这是中华白队需要的，抛投出手短了。 Abarrientos， 哇，没有给球，哇，这个球传到了，哇 ，RJ Abarrientos， 伊诺突破过来了，伊诺飞身上篮闪过了防守，中华白加油啊，这个开赛打的是相对辛苦的，中间是把麦卡洛球被夹掉。 将军成功的防守，往前给张家和前面跑快快好球！底线 Abarrientos 拿球就起了三分球砍了进去，没进，长板落到张家和手上，中华白发动快攻，然后这边挡下来，木巴也成功防守，前面出手陈佑伟，转换的机会好球。 外线贴的 Ravenna 是刚上来而已啊，把球拿下来，林彦廷再给王一哲上去了，哇，好球，夹击上来，外线要得防守出手 ，Ravenna 的假动作，放弃了防守，骗到尤爱哲。 菲律宾这一套阵容，哇，这几乎是半支国家队的阵容。志凯，接着 Ravenna 收球进来，哎呦，非常的刁钻，哇哦哦，篮板球落到 Fenner 手上，何乔登突破进来了，哇，像是刀一样，而且又快，对，将军转出来45度角，对、啊，外线这里三分球投进了林彦廷。 这对中华白的防守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考验，对，哇，太轻松了，对，射球掉了，前面快攻机会，右尾上去了，陈伟往前甩，去找关达佑，关达佑换篮筐，哇，没问题，胡锦豪这个地板传球啊，在底线，哇，这传球危险，被 Abarrientos 抄走，前面马达里里回给麦卡洛，走步，哇。 可惜了，哇！菲律宾队掌握到这个快攻机会了，麦卡洛，吴志凯给托车，莫巴也进来，哇！好球！是，对，你必须要展现力量，再看一下莫巴也空中挺腰，哇！ 他这种有历练过的，对于打这种高层级的比赛，他就是有办法很快融入比赛。哇，掩护的犯规，八球。两队拿球来再塞，那时间就不够了。 何乔登出手进，有艾哲在外围拿球，艾哲带着跳投出手进。Jordan Heading， 给小球，哇，麦卡洛 stand up， 没有办法，经验的差距，能力的差距，还有身材的差距，对。
哇，麦卡洛很有技巧啊，林彦廷是。哇，但是菲律宾队又抓下进攻篮板。拉梅纳。哇，外线是何乔登砍进了三分球，成功防守。转换攻击，地板球给到好球。这个传球漂亮。对。之后，瑞贝纳中间带进来右手的挑篮，很有经验的，真的是菲律宾国家队等级的后卫。丢掉了，林彦廷在外围没有人看守他，林彦廷外线起了出手三分球。何乔登左侧切进来，球被拨掉，前面往前给好球，关达佑把握到这个快攻机会。不用怕犯规，对，尽量控制犯规，但是还是必须要在防守端更加用力啊！啊，攻高调，拿到之后篮底下胡静豪，没错没错，胡志凯外线的出手球进了，白队需要更多的三分球，把篮下空了啊，会出现一个最大的空档，张安和外线出手进，再一个三分。麦卡洛中间被拨了一下，麦卡洛转身拿回来之后，还是用左手把球挑进。麦卡洛 step back 三分出手的。back door 张嘉禾高抛出手闪过防守，好球。一倍啊。Abarrientos 后撤步，外线的跳投得分。天哪！欧巴耶拿球。在塞篮底下富有，真的历练磨练都够。哇，张嘉禾跳投得分，距离拔起来出手。Xiang Chu 进攻篮板，哇，篮下身高绝对优势，他真的很高啊 ，Xiang Chu 208公分，满圈。Abarrientos Ravenna 收球上去了，两打一个，啊 ，Showtime。中接了阿雷乌灌篮，塞了进去。关达佑带一步中投，出手距。我们四分半钟，比赛告一段落。Abarrientos， 哎呦喂啊！大号三分弹，他真是杀 Abarrientos。林彦廷中间的短抛出手距。马拉尼里，哦吼，哇，很有经验啊，要跟他谁拍谁了。好，上半场太小看他了。陈立生，蓝军当中后仰跳投底下获胜。那么中场是由菲律宾代表队，最后是以96-70来拿下这场比赛。最终菲律宾是26分的差距来击败了中华白队。